Hello，成功了。有吗？Hello，为什么我的焦距是这样？你的脸好巨大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导播调整一下。你有那个吗？那个？那个？哎，为什么你一讲话就没声音啊？假的。我听到说你有那个，有声音吗？现在？有，可是它好像会断掉。Hello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脸会这个位置？看一下我的那个。好了，我这样有一点好一点。因为镜头忍不住要 zoom in。是这样子吗？真的，对。Hello， 我们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哎，我们是不是也很久不见了？我们有再见过面吗？你说这辈子吗？是第一次见。不好意思，不知道哪辈子。问的是哪辈子？上辈子见过面，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？应该是上，不知道哪个轮回。天哪，那这几个辈子来，你还活得还好吗？还行吧，看起来还行吗？不错啊，感觉容光焕发。等下，为什么你是在外面吗？你是特别去？为什么你的景这塞的这么好？你的场景这么好？我去用那个花钱，这一片都是布景。你有弄一个摄影棚是不是？对，后面都是。天哪，我真的太……啊，大家写的东西你看得到吗？我看得到啊，不过那个日文可以你给翻译一下吗？日文，うれしい应该就是很开心的意思。今天是什么？哎，你可以耶！天哪，等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不要让我跟你讲，我上一次真的超糗的，我不是去年有一阵子就是有。自告奋勇说我在学一些日文嘛，然后我就去了某个节目，但是我好吧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使用日文。你是去哪里学的？没有，我只是那时候就买了一些书回来翻，因为我觉得日文。みんなの日本語吗？大家的日本语，这样子。哎，我。对对对，那些，而且我有朋友他会日文，然后我就特别找他上一堂课。但是我觉得日文的，啊，我对日文的记忆点好差哦。我跟日文非常对，我是去年大概也是夏天的时候开始在学日文，然后我也是自学，我自己去买那一本，大家都你通高，然后我学到第二本一半之后，我就开始。拍那个一出戏，然后那出戏要全程讲台语，然后因为我讲那么多， 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去那个，我就一直在背台语。我懂，这是一个最近又拍完了，所以又开始要重新学。你会讲台语吗？我你好，没认真，没认真。无咱今仔日变成台语的直播。无你是要安那？今麦，哇天哪！我素质马上显现出来了。我会的台语可能就这些。你也受地。所以你去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等下，这个真的太奇怪了。为什么我的 IG 打开之后，它跟我相机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？好了，算了，随便你。各位同学，欢迎大家，就是不是有，是不是可以先可以提问，大家就可以把提问的东西先一直写进来，然后如果我们到时候没话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就是选择这些题库这样子。好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已经看透我们了吧？他们知道如果不在面一直刷的话，我们就是他传什么也没忽略这样子，所以他们要一直刷那个。什么时候两位一起合作台语剧呢？要你敢吗？
稍微演台语是要自杀吗？我跟你讲，有心有心就会用的，你一少打拼咧背，绝对背落去。嗯，好啊，那你最近在干嘛？有人说现在最等一下不行了，为什么会lag啊？我知道我们是不能同时说话。我不知道好像好。他们说太多人按爱心也会导致那个伺服器爆了是不是，就是喂 ，Hello， 哎，我这边很那个，卡住了。等一下我们的话是你，还是现在讲？天哪！我们重开。我们重开。